我们今天念这个放生鱼鬼，不是光光，就是单这个动物。过去我们也吃了很多鱼跟肉，所以今天要向他们忏悔。除了忏悔，来现在一人发三片吐司面包。佛教有一个方法，那个用这个吐司面包呢，捏成自己的身体一样，然后呢，用过去我们吃鱼，现在我们给它吃，这个意思啦。我们捏得紧紧的，他们放下去也沉下去，布施给这些众生。 那各位，这个时候请翻到四十八页啊、嗯。我们叫替身疑鬼。希望各位今天懂得放生以后，将来尽量不要杀生吃肉，好不好？啊、嗯，怎么捏呢？就看前面啊、嗯。这个面包你给它弄直直的以后啊，卷直直以后，五根手指头压下去，压上面有你的手印。前面捏三角形，变成你的头。 底下扁扁的，变成你的脚，像观想哦，这个就是我的生命的全部，这样好不好啊？啊、呃，做多一点，做至少三块啊、呃。如果等下面包有多，替你的爸爸做一块，替你的先生做一块，啊、呃，替你的儿子做一块，布施给鱼吃啊、呃，等于消除我们过去杀生吃肉的业障啊啊、呃，不容易生病啊、呃，还债。 等于捏三块，水陆空众生你都不施了。各位以前可能没有用过这个方法啊，我们以前天天吃饭都会捏一团不施啊，然后呢，这叫替身呢，消除身体。如果你生病，这个方法最快，捏一捏，碰一碰，捏一捏碰碰，不施掉。四十八页第一开始是开光咒，嗡、哦、啊哄就让这个变成你一样，有你的身口意来捏一下，嗡、哦、啊哄 嗡啊吽，嗡啊吽，然后呢，吃了百千万亿的生命，所以我们要变成百千万亿，哎，变异咒就变成很多很多，跟着念一遍来，嗡，上巴拉，上巴拉，上巴拉，桑巴拉，婆妈拉沙拉，婆玛拉沙拉，玛哈章巴巴，玛哈章巴巴，嗡，嗡，帕德索哈，帕德说哈，变很多，关键我们变了七十亿个身体这样。 再来辨识后我们的身体化成甘露啊，给它吃，让他们吃到得解脱。来，南无，南无，萨尔瓦，萨尔瓦，丹达 o 达，丹达格达，阿瓦卢给的，阿瓦卢给的，嗡，嗡，上不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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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嗡，嗡，然后世如来，让他们得佛加持，脱离三恶道。来，南多宝如来，南无妙色，南妙色身如来。 那么广博生如来，那么离木为如来，好念替身给跟在你身体的附近的障碍你的，甚至制造车祸的、制造自杀的、制造精神病的，叫大力鬼众，都给他们吃，然后他们就不会再找你麻烦啦，啊、呃，所以这样念一下来，我聚众妙欲替身时。 聚众妙欲水中食，因为今天我们不用烧的，最后给水，所以念水中食。如果你平常用烧的，就念烧食供。于此漂游居住之，希求贪恋损恼者，各种身相骗寻觅，于此一切模糊众，回向令喜或满足。 苦难为缘诸迷乱，愿解脱于大乐界。大力鬼众速速取，欲望贪执与恋着，意念爱懒意乐处，愿获释然即解脱。现在要念阿阿，代表从空性里面变成很多，比如说你的父亲心脏不好。 然后我放在我心脏啊，从空性里面化成无量无边，然后呃替父亲还心脏，然后他心脏里面冤亲债主就附到这边来，然后再还给他吃，希望他很快好起来。所以哪里病就放哪里，特别父母，然后头上不要放，这边不要放，不要放，除非你现在要去极乐世界了，那边不能放，其他的哪里痛放哪里，或是你这边一定要放，那嘴巴吃太多了。 肚子是动物的坟墓啊，啊，所以希望身上没有这些鬼神冤亲债主、动物的亡亡魂啊，代表无量无边。好，开始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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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生说你哪里有问题，多放一下啊，啊啊。宵夜冤亲债主不住在啊啊上啊啊啊啊。 那个盒子，各位把它丢下去，不要摸到别人的。你摸到别人，他的痛苦跑到你身上去。你现在在这边了，好，来拿个盒子，各会丢进去，然后他们等下跟着鱼，好不好？啊，除了放他的命，又不是给他甘露食物吃，啊、呃，这样最慈悲啦。以后各位注意，医生说：“哎呦，你胃里面有可能有一个肉息肉，可能会变癌细胞。”你就每天这样做一做，很快的。 啊，它、呃、就慢慢缩小到不见了啊、呃。如果你先生喜欢吃肉，你拿这个给那个动物吃；喜欢吃鸡鸭的，拿这个给鸟吃，就是偿还业债啊。啊，佛教的一个方法。但是最主要是学释迦牟尼佛，佛陀过去累世累生，用他的身体跟众生结缘啊。所以佛陀后来成佛啦，呃，除了资粮圆满，又能够度对方，这是佛教的一个。 方法，我们不光放这边海鲜，在马来西亚还放大十只水牛、十只羊。七月一号在斯里兰卡救了一百零三只的牛啊，然后我们在台湾有办一个千场放生，所以在台湾、香港、广州放了各种各各种的物命，所以呢、啊，以这种啊所有放生护生物命的功德，都来融入法会里面啊。 我们也要忏悔啦，过去我们杀他吃他，现在我们忏悔啦，不杀了，我们还放生，呃，超度他，啊、呃！愿所有往生者，我们的为皈依的父母祖先、冤亲债主、堕胎胎儿都皈依三宝；所有往生的动物、放生的物命都能够皈依三宝。所以各位来，现在请起立，大家面对后面、外面啊、呃，观想这些所有动物、所有亡魂。 啊、呃，所有王身牌位，可要这样观想无量无边了、啊。就像你站在很高的山上，然后所有的物名都像小蚂蚁，无量无边。愿他们都皈依三宝，升起这个悲心。愿他们的法号在法云禅寺得受皈依。好，大家请坐。再来为他们说法：生命会生老病死，因为有个无名，我执，才会有造作。 才会有杂染意识，才来投胎，然后才有六根，才会接触，就有感受，感受就会爱，爱就会执着，执着就会轮回，轮回就生老病死、忧悲苦恼啊！所以佛陀过去也做流水长者子为难，因为很多人误会问题，我去放生了、啊，结果那些虾子鱼死掉了，怎么办？因为佛陀在经典说，他过去也曾经这样去救了一万多。 织的鱼，结果隔天他们全部死掉了。但是他们在死之前，他为他念了十二因缘法，念了七佛如来名号，宝济如来。虽然他们死了，各个升天了、啊。所以当天整个国家降下那个天花啊，这个流水长者子的、啊、睡觉的旁边呢、啊，更是那个都是双珠的满他的床。后来才知道是因为他救那些鱼，虽然鱼都死了。 那是因为他们听闻了十二因缘法、宝积如来名号，各个升天，整个国家吉祥啊！所以各位，我们虽然放生有时候会有一点点人家会障碍、会批评，但是各位还是要勇敢去做，好不好啊？为什么？因为这是救国救世的，对不对？救众生的，所以啊、呃，能够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那佛陀在菩萨界说，我们只要看到一只动物，哪怕一只鸟，都要劝他发菩提心。 啊，就要说汝等应发菩提心，要这样念，受三皈十戒，样替他受了菩萨戒一样。因为有情众生，只要他有意识，狗啊、猫啊，甚至看不见的鬼都有意识分别的，有意识的都可以受菩萨戒。啊、呃，就是愿他们都发起佛的菩提心呐、啊。那各位呢，如果你跟他念，就算他不发菩提心，也种下了一个脱离三恶道的因呐、啊。 啊，因为三宝的加持，这些动物一听闻了、啊，就像梁武帝。梁武帝以前是一只蚯蚓呐、啊，老和尚讲妙法《莲华经》，这蚯蚓游游游游过来，他就听到经典了。啊，结果呢，呃，小和尚在玩席杖，拿起来放下去，就把那蚯蚓给压死了。结果蚯蚓死以后就投胎，脱离蚯蚓，变成一个贫穷人。这个贫穷人就是个农夫啊，农夫每天要去砍柴啊，因为没钱来卖啊。结果有一天下大雨，他躲在树下。 这个蚯蚓来投胎，这个农夫啊，结果他在躲雨的时候，哎，前面有一尊佛像，古时候的旧佛像被淋雨，他自己不好意思，哎呀，那个佛像在淋雨，我躲雨不好意思，所以他就把斗笠拿下来，就盖在那个佛像上面，哎呀，佛啊，我我不施你斗笠啊，希望你不要淋雨。那后来这个农夫投胎做谁啊？梁武帝啊，所以梁武帝因为不施帽子。 斗笠供养佛像，就做一世皇帝，还出家七吃。所以各位，蚯蚓变穷人，穷人变皇帝，简不简单啊？嗯、啊，所以种了三宝是不可思议，光看到佛像就不可思议了，何况各位为他们念佛，所以各位要这样发愿，希望他们都一起发菩提心，好不好啊？但是比较痛苦的是，你叫人家发菩提心，你又不发。 众生无边誓愿度哦，牛肉好好吃哦，鸡肉也很好啊，那你们什么骗人呢、啊？那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结果你还一直起烦恼啊、呃，所以各位这样就不对了。我们自己发愿，我们才有力量引导他们发愿呐、啊。所以各位也发个善愿，从今天一直到敬未来际，一直到成佛，我们都不要杀生，好不好？ 哦，太好了，世界就改变了。佛陀说，一天不杀生，只要一天，生生世世不会碰到战争，都不会啊。所以各位，那何况各位发的愿，从今天一直到成佛都不杀生了，那不得了了。这个就变成一个菩萨，菩萨的功德不可思议啊。进一步，各位，哎，我问一下，已经没有在吃肉了，已经吃素了，举手。 哦，太好了，那还有好多个还没有呢。<laughs> 各位呢，多放一点，你就会慈悲了，啊！但是有人问我说：“不行诶，我放鱼，我就不能吃鱼诶所以我不敢放，错了，就是因为你爱吃鱼所以多放鱼，才可以消除你吃鱼的恶业，对不对？那你放久了，你就升起一个悲心，慢慢你就看到它就不想吃了，因为佛经说。 众生都是过去的爸爸妈妈啊、嗯，吃他杀他就在杀父母，就在吃父母的肉啊、嗯嗯。所以佛陀还要我们呢、啊，要普度众生，因为众生都是父母啊。所以各位有这个了解，那各位很有福报啊，又能够当常到法云禅师，能够接触大乘的佛教。那各位呢，我看还是不要吃肉好了，嗯、好不好？ 啊，那你会广结善缘呐、啊，长寿无病啊，功德无量啊！因为慈悲的功德太大了。但是吃素能不能吃鸡蛋、鸭蛋？不行，你不能在这边讨价还价。它没有交配啊，啊，因为母鸡很痛苦啊。一只母鸡一年至少要产三百个蛋，一年啊，不断的给它打针，不断的打针。 然后呢，它身上，它那个母鸡到后来，那个骨头一碰就裂开。为什么？因为我们救了很多种母鸡，因为它身上的钙都没有了。啊，妈妈生一个小孩，就像失去身上很多钙质了，所以它的整个都很虚弱、啊。然后生了差不多一年多，就把它做饲料给杀掉了。然、啊、后生出来的小公鸡没有经济价值，马上就杀掉，马上就杀掉。为了要人类大量吃鸡蛋呐、啊。 所以吃鸡蛋不吃呗，就这个意思了啊！所以各位，呃，所以发个愿，从今天一直到成佛，准备好了吗？都不吃肉，好不好？哎<好>、呃，所以你下辈子就会投生在一个吃素的妈妈肚子里面，去极乐世界再来。甚至你妈,妈没吃素，你一投在她肚子里面，妈妈就吃不下肉，有没有这种小孩？很多胎里素，对不对？所以这个很重要，而且佛陀说。 吃素的人生生世世生在一个自由、富贵、有智慧的家庭，这个很重要啊、哦！你吃素的人，你自然就生在那种家庭跟环境啊。所以，我们大乘佛教的重点就是这三个：念一下念佛、诵经、吃素，就就就这三个了。念佛代表要成佛的菩提心，诵经要追求智慧，吃素代表慈悲啊。这三个是我们。 修行的重点就是要发菩提心，要有智慧，要慈悲啊！那慈悲是最重要的啊！佛陀说，修慈悲心等于所有的佛法你都学到了。那慈悲要表现在嘴巴上面，对不对？佛陀说，而且吃肉的人连种子都没有，不要说有慈悲心，连慈悲心的种子都没有啊！啊！ 那我们就不像大乘佛教，那如果你没有慈悲心，就没有力量超度了，了解吗？啊，如果你要妈妈健康，你要超度祖先，那你一吃素力量就很大，啊，所以希望大家既然懂得放生，放生是功，吃素是德，哎，这样才有功德嘛，啊，你虽然放生，结果你又吃肉，就像那个碗破掉一样，功德流失了。 啊，所以吃素跟放生是一体两面的啊，那这样呢，呃，健康。然后各位呢，慢慢影响家里的人，慢慢的影响他们。我们希望杀生呢，不要再杀生，不信因果的要信因果，更愿大家修行人没障碍，而且要回向给消灾者延寿，往生者超度。再来，为什么念观音咒？哦，mani 呗咩这六个字啊。 代表所有诸佛菩萨的慈悲心合起来的力量，力量大不大？大。然后念诸佛菩萨的六个字大悲心的力量，就可以把众生的六个门关起来，让他不下地狱，让他不做恶鬼，让他不会投胎畜生，让他不投胎做人。你会觉得这怪，为什么不投胎做人？让他不升天？为什么？六道门都给他关起来，只有一道门让他去，去哪里？极乐世界。所以叫嗡嘛呢呗咪吽。<ho> 就关闭六道轮回门，消除六种烦恼毒，呃，让它六根清净，让它六波罗蜜圆满，然后呢，各个成佛。所以念观音心咒，重点重不重要啊？等一下，个人要发一个饼干，为什么？等一下，我们这个饼干呢、啊，还有一瓶水，现在边念也发给大家。各位，等一下拿一瓶水啊，要用这个水啊替他们供佛，因为用一杯清净水供佛。 回向给动物啊，特别海鲜水产马上升天，啊，回向给孤魂野鬼，他也马上升天离开饥渴，所以一杯水功德很大。一杯水替他们供佛，回向给人类，可以等于念了一百万遍的阿弥陀佛，等于念了一百万遍的财神咒，啊，所以水变成阿弥陀佛的八功德水了。所以各位等一下拿一瓶水供养，供养完以后呢？ 等一下会走到外面，把这个水洒一半出去，好不好啊？洒在地上，哦，充满甘露啊。然后会拿一块饼干放在中间那个炉，那个炉呢化成妙玉云，最香的食物也布施给他，因为动物就是要吃啊，啊，让他吃有水，为他念佛，帮他超度，好不好啊？希望今天我们做的功德能够把这个呃这个加州北加州地区所有死掉的。 亡魂动物给超度了，好不好？做得到做不到？简单，只要你有悲心呐、啊，这个力量很大啊。所以一人发一瓶水，那给一块饼干啊，这个饼干呢也化为甘露给他们吃，因为动物就是要吃东西啊啊。然后现在呢，用食物给它香香的，好不好啊？啊，今天素食 barbecue 啊。 利益无量无边众生啊，有水，有食物，啊、嗯呃，这个大超度。今天我们是水陆大法会，水陆空。因为既然要超度啊，我们叫超度所有的。佛教里面讲了，你讲一级一切，无有分别啊、嗯呃。各位要做到如此，好不好？这个才叫发大心，发菩提心啊、嗯呃。饼干最好是加牛奶奶油了。 那一种一放下去哦，哦，然后它就会很香啊、呃，马上隔壁都以为你们在烤面包要来买啊，啊、呃，卖面包的一样弄得很香，人家走过去就想要进来吃啊，对不对？制造这个香味啊、呃。好，现在念六字大明咒，各位拿一瓶水，还有饼干来，然后观想啊，他们六道脱离轮回来。

把水拿起来，跟我念啊！哎，瓶盖要打开啊！啊、呃，念一下来。 水有八德，水有八德，供养十方，供养十方，消除恶业，消除恶业，六道清凉，六道清凉，恶鬼升天，恶鬼升天，水产离苦，水产离苦，众生消业，众生消业，得大福报，得大福报，然后滴几滴。 出去，嗡、嗯、啊吽，嗡、嗯、啊吽，嗡、嗯、啊吽，哄请翻到五十页。我们要把这个水，又请观世音菩萨给我们加持一下，让这个水变成极乐世界的八功德水，好不好？来，我们一起念《杨枝净水站用嘴巴念就好了。来，一起念五十页。来，杨枝净水遍洒三千。 信口阿德利人天，福说广真言，灭罪消灾，火焰化红莲。南无清凉地，地几地菩萨摩诃萨。南无清凉地菩萨摩诃萨。南无清凉地菩萨摩诃萨。萨萨萨萨请翻到第五页。 这个水的加持的寄语跟咒语很多种，念大悲咒、药师咒、念发财咒，哇，都可以加持水。念准提咒，所以各位水太好用了啊、呃。第五页，我们念这个涂油，把这个水观想成最香的啊，全、呃、念一下来。泉眼滴滴,滴湖海汪洋,汪洋，洋之洒处遍十方。 无处变穷将，普实无方，心地得清凉。哦啊吽，再来念一个白财神咒。这个白财神就用水来利益众生，请翻到八十六页。哎，我今天把我通通知道通交给各位了啊！以后各位要自己修了，告诉别人了。八十六页。 八十六位叫白财神，这里面有个故事啊。以前有一位大成就者叫阿底侠他去朝五台山，是吧？结果呢，他朝山的过程看到有另外一个出家人没有东西吃，又生病快死了。阿底侠就很慈悲，拿个刀啊，割自己的大腿肉，先给他吃，不让他饿死。结果大腿肉一割啊，哇！观音菩萨现钱，哇！赞叹阿底侠 他跟阿底峡尊者说：“我教你这个白财神法，让你具足大福报，要、呃、去帮助别人。”所以观音菩萨从他的眼泪啊，心中就现出了白财神的形象，教阿底峡念这个咒。所以各位，我们要帮助别人，你要有福报啊！啊，念白财神可以消对方的贫穷、病苦、斗争啊！所以这个白财神在八十七页这个形象。 左手拿一只鼠，那个就是黄金鼠，不失黄金呐、啊。那各位，做一个菩萨到哪里，要不要希望大家发财啊？这才叫菩萨。菩萨要给对方暂时的快乐，就像那些鱼要被杀了，我们先救他，让他暂时快乐，再为他念佛，让他能够脱离山土。将来希望他也成佛。所以一定要先给暂时的快乐，布施爱语，然后再给佛法。 啊、呃，所以各位跟我念白财神咒，八十六页来，嗡、嗯、班扎做达阿拉亚，张巴拉西达雅，嗡佩。念这个咒要用左手点水，不能用右手了。第大部分都是右手点水，那念白财神是用左手。那你点出去要观想黄金啊、药啊、布施在整个洛杉矶、美国啊，好不好？哎，那大家负责点水，我念咒。 嗡贝玛卓达阿拉雅，赞巴拉悉达雅，嗡贝，嗡贝玛卓达阿拉雅，赞巴拉悉达雅，嗡贝，嗡贝玛卓达阿拉雅，赞巴拉悉达雅，嗡贝。你有没有想到你家的工厂啊？公司、家里啊？我们、我们新兴法师都还有一块地、啊，那啥。 要让那边发财啊！现在你住在美国，你有没有想到家乡啊？你从广州来了，你从潮州来，撒两下好不好啊？愿他们那边都好起来。所以我再念三遍，各位想好不好？然后水撒出去，他们就到达那边来。红贝玛卓的阿那亚藏巴拉悉达亚红贝红贝玛卓的阿那亚藏巴拉悉达亚红贝。 Oh, 被骂走的阿呀，耶转罢了，是的呀，哦，所以以后我还是建议各位买一个这种瓶子，念完以后吹口气，走到哪里，像我都是，我全世界都傻的啊、呃。所以等一下前面会有几罐发给各位啊，有几瓶算几瓶，等一下各位去外面走一趟好不好啊？太慈悲了啊！隔壁走一走，那边走一走，哇，菩萨来了。 啊，然后那一瓶水洒完再回来，好不好？真的要去做呢，不要说不好意思了，怕丢脸了。你想老外问你干嘛？哦，你发财了，啊 <laughs>，e lucky、yeah. 好，所以这个白财神来祈愿，倒数第六行，你看他他做这个可以做这个祈愿，白财神五尊勾招财富，要不要发财？ 念一下，有钱真好，有钱真好。对对对对，你做个阿罗汉不要钱，做个菩萨要钱，要钱干嘛？放生、盖老人院、盖孤儿院、盖大庙，好不好啊？下回来参加法会，一人一间套房，睡完午觉，洗完澡再来。这样大家要不要来啊？那你要有福报啊，你才可以来学佛啊，对不对？连老外都来了，呃。 所以你要修福报，修福报，修福报要三力合合，自力你有悲心，他力白财神、观音菩萨世界，法力是什么？水，你看简单吧？不用花半毛钱，各位每天都要布施水啊，所以可以勾招财富。所以念一下来，地之财运精华叶果熟，处之财运并处分真值。 人之财运福寿富足圆广大圆满吉祥愿成就。回向此情精进之善根，凡托事业皆成就，消除恶障成恶力，祈愿信解获菩提。所以念白财神头，可以土地发财，地方发财，不会生病，不会吵架，人发财。 这个白财神很重要，那另外还有一个咒也很重要，叫孔雀明王咒，要用水，因为呢没下雨，一定要念孔雀明王咒啊，来自中毒啊什么都要念孔雀明王咒，请各位翻到一百五十四页，台湾有个剑炉长老，他一辈子弘扬孔雀法门呐、啊，然后这个孔雀法门呢、啊，他就中毒的，被毒蛇咬到，念这个咒。 就可以消毒。身上有医不好的病，念这个咒，观想孔雀、冥王把你的毒。孔雀是以毒做食物，知道吧？越毒越喜欢，所以就把对方身上的毒痛苦把它吸走了。啊，没下雨的地方也是念这个咒，啊，有大地震、水灾的地方念这个咒。所以，哎，各位念啊，一心齐情，奇奇佛母。 大孔雀明王，大孔雀明王，好，请看一百五十五页这个新咒，这个咒以后背下来。嗡，玛雅拉，吉拉特，萨婆诃。嗡，玛雅拉，吉拉特，萨婆诃。嗡，玛雅拉，吉拉特，萨婆诃。啊，我今天不知道有没有带咒语，各位。 如果有，你要拿回去贴在手机，因为我们的现在智慧手机有辐射线啊，你给它贴在上面就不容易，不容易呃对辐射线的影响啊，而且这个手机出声音就等于在念孔雀明王咒一样，可以利益别人，所以我们现在念一下啊，大家就要点水哦啊，中毒的地方啊，战争的地方啊，现在韩国以前所谓“ s s 我呀那个中东还在战争啊又没下雨各位等一下一念观想整个加州下甘露，好不好啊啊多念几遍啊，以后你会觉得诶开始有点雨了啊来哦妈呀蓝给蓝天下薄荷哦妈呀蓝给蓝天下薄荷哦妈呀蓝给蓝天下薄荷请翻到 开咽喉咒,咒，第十六页。这个恶鬼道很可怜啊。太阳一出现了、啊，他们全身就像那个吸血鬼，烧的太阳马上烧啊，冒烟，很痛苦。所以他们躲在阴凉。所以佛经说，这些鬼到了傍晚就会跑出来求吃东西啊。所以我法云禅师每天傍晚都会放蒙山，了解吗？放蒙山超度啊，呃。 我们放蒙山几点啊？四点。所以以后各位在家里，你不会念没关系。四点一到，你就准备一支香、水米，然后我们新训法师负责在这边念啊，你负责在那边撒，好不好啊？因为真的有人念啊，又没骗你，真实如此。佛教里面是个信心呐、啊。哦，法云禅师四点要放蒙山了哦，我就把水米拿出来点一支香，然后就观想哦，骗一切处，好不好啊？一定要这样做。 所以师父负责念，你们负责布施，好不好啊？一七颗米，一点点水，你点一个烟供香，啊，不得了了，好不好啊？大家连线作业，啊，这样功德才会大。那这个开咽喉咒很重要，是佛经说的，太阳越大，你一定要往那太阳点水，因为那个水晶光一晒在那恶鬼道的身体，他们就烧。 然后那些恶鬼到一肚子一一一饥渴，然后就会吐火，所以叫放焰口，就要救他们了。然后他们到河边，有些喝得到水，白天喝的少，到了晚上所有的水变硫酸，他就痛到天亮，很可怜的。所以各位千万不要做鬼。为什么做鬼？过去没有布施啊，嫉妒啊，就很容易做这些孤魂野鬼。而且他们的寿命是一百七十万年，都在被火烧，所以大家慈悲。 为他们念这个开咽喉咒，然后各位要点水，好不好啊？哎，念一次来，嗯波波底里，切多里，蛋他也对。好，点一下水，嗡、哦，好、啊，嗡、哦，好。那我现在要念三遍，那各位麻烦朝后面点水，好不好？这边是佛，没关系了，是外面了，外面有太阳了，他们在被晒了。 然后呢？赶快给它嘴巴打开，它就可以吃东西。各位，等一下还要给它饼干呢、啊。来，嗡波波滴滴切多利，蛋蛋耶多耶，嗡波波滴滴切多利，蛋蛋耶多耶，嗡波波滴地切多利，蛋蛋耶多耶。哎呀，大家慈悲，佛经怎么说呢？你在点水，所有的鬼都跪下来，嘴巴打开。 所有的水晶光那个凉就冲入他的嘴巴，然后他全身舒畅啊，啊跪着感谢你，把你当做永恒的父母。所以经典说，喜欢施食帮助鬼道的人，鬼永远不会欺负你，还永远把你当做佛一样来尊敬。这个观念很重要啊。所以各位经常念这个咒点水，有十个功德，念一下功德，念一下开咽喉咒来一毒药不能中，二。 毒蛇不敢遮，三刀杖不能害，四王冠不敢称，五众人皆爱敬，六天龙常随护，七衣食息风足，八颜貌端正，九永离毛树位。 十不受三途生啊，功德太大了，不会中毒，不会被卡、被杀。做官的看到你客气，外表好看，发财，衣食无缺，这辈子不会被刀砍，不会流血，别不会被火烧掉。要不受三途的身体，下辈子也不会堕落第一轨道、出生道啊。重不重要？重要啊！嗡叭叭对列切对。你要是不会念就每一位法师都会背啊，倒背如流啊，啊。 只是各位把它做好了，像我每天都念很多、啊，在车上、飞机上，到一开飞机我就开始了、啊，撒黄金布施，这个比撒美金还重要哎，啊！所以各位，因为那个孤魂野鬼的数目没办法衡量啊，太可怜了，那些每天被烧被烤的那些龙虾鱼太可怜了。各位走到哪里布施一下好不好啊？慈悲。还有一个咒跟水也有关系的。 十九页，《甘露水真言》，这个《甘露水真言》也叫妙色身、妙色陀罗尼。鬼的外表很丑，像火炭一样被烧，因为他们没有水喝嘛。那如果你不施这个水，喝一滴，他身上就恢复很庄严，而且呢可以升天啊。所以叫妙色身，就是《甘露水真言》。来，大家念一遍，来。 那么，梭罗波耶，怛他耶多耶，怛子他，哦、嗯，梭罗梭罗，波莱梭罗，波莱梭罗，萨波诃。好，大家念，再念两遍啊！朝后面点水，八卦排位哦，观想第一二鬼城充满甘露水，来。 南无苏卢波耶，怛他耶多耶，怛他，唵，苏卢苏卢，般来苏卢般来苏卢，萨婆诃。南无苏卢波耶，怛他耶多耶，怛他，唵，苏卢苏卢，般来苏卢般来苏卢，萨婆诃。一般我们会点六滴呀、啊？为什么点六滴？给天道。 给阿修罗道、给人道、给地狱道、给畜生道、给鬼道，这样很慈悲啊，充满甘露啊。所以来，各位刚刚念了这么多咒，麻烦你吹一口气，念嗡、哦、啊哄，把刚刚的功德力融入在你这个水里面来。嗡、哦、啊吽、哦、啊，以后你就会了。以后你每天在家里念大悲咒、药师咒、心经、地藏经，哦，参加法会回去看到水啊，就给他。 吹一下，然后让那个水充满功德，好不好啊？你家里人在吃的米啊，这些蔬菜啊，都加持。我们这个嘴巴功德大不大？利益无量无边。因为有些人你跟他听佛法，他不听了，所以这个学咒语是一个方便，透过水，透过声音，透过这一股气，就可以加持他那个地方啊，加持很多。所以各位以后你去餐厅，他们都吃肉了，杀生，你一进去。哦 哄、哦、啊，哄、哦、啊，把他给先超度。特别跟你去超级市场，你去买素的，人家那边卖猪肉、鸡肉，我都走过去了。他们师傅，你干嘛走那边？你要买啊？不是。所以，我身上带了很多咒语啊，嘴巴也念啊。要不要超度他？你不超度他犯戒。受菩萨戒有两个重点，第一个不舍众生，你不能不理他，了解吗？ 你不能舍弃，他说我不想跟你结缘，不行的哦。你一定要有悲心不，不离开叫不舍众生，这是说菩萨界的重点。第二个来观法皆空，<法>那那虽然你不舍众生，但是你还要思维空性啊、呃，一切法毕竟空，呃，一切法都是幻化的。哎、呃，念一下：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所以各位，虽然你做很多善事，但是你要观它只是幻化的、假的、暂时的，好不好啊？呃爱情是真的还是假的？Right，那知道就好，跟你女儿讲清楚。啊、呃，这个世间没有一样真的啦，结果你把它当作真的，苦就来了。啊，开悟就是知道这个世间都是无常无我的，来念一下：无常故苦。 无我故空，啊、呃，无常就是你没办法，你没办法要求他不要变，所以他就苦，了解吗？身体会老，关系会改变，无无我故空，无我就是你没办法主宰他，对不对？他是因为因缘所生法都是跟着在改变的，没有永恒不变的实体，所以叫空，了解吗？空不是没有，空是它是在变化的状态，这样了解。 水在变化，灯在变化，花在变化，什么关系都在变化，而且里面都是虚妄了，只是一个暂时组合的现象，这样而已。所以各位呢，修菩萨道要记住这两个，但是最重要是什么？不舍众生就是要大悲心啊、呃！不舍众生，大悲心，观万法毕竟空是智慧，这两个一直修行，到最后就成佛了。这一点永远要记住，要记住。所以痛苦来了。 痛苦来了，真的还假的？假的，你不要认为我在痛苦，我在痛苦，我钱被倒了，我房子被烧的，那个像看电影一样这样一样，是不是看电影啊？家里的电视电影现出来，里面是真的还假的？记住，记住，记住啊！你老公是真的还假的？啊，对了，你要天天讲一遍啊！现在讲没用啊，天天讲无无。 呃，老师法师说，念佛一万声，你要讲假的念一万遍，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然后看到老公跟别人在讲,讲阿弥陀佛，这个、啊，<laughs> 那你念佛念假的，那你干脆还念老公假的，老公假的，爱情假的，爱情假,的爱情假的，念这个还比较有用。所以你念佛信仰没有智慧，那这个信仰就多余了。念佛要有厌离心，对不对？ 这个世界好还是极乐世界好？这个世界是一点都不好，没有好，所以就要念一下世间疾苦，西方极乐，对不对？对啦，所以你移错地方了。但是好在移来这边还有法云禅师，没有浪费，对不对？好在你碰到佛法啊、呃，所以他们老早就叫我移来，我说移来这边干嘛？这边哪有佛法？呵呵呵 有佛法的地方才移过去啊，乃至能够慈悲的才去移啊。那现在我师父叫我上山，现在叫我下山，所以我要出来流浪，对不对？哪里没佛法要去帮忙啊？红木区啊，屠宰场啊，对不对？啊，监狱啊，医院啊，就要去帮忙，因为你懂了，你要慈悲嘛，呃，不舍众生。那虽然你做很多事情，假的，不执着啊、呃。今天叫我做住持，明天把我干掉，OK。 好不好？今天你做老婆，你才发觉啊，你老公之前还娶一个老婆，原来你是小三，好不好？OK，可以念佛就好了。所以你现在不要要求什么，老公，你只要让我念佛，其他随便你；你只要让我吃素，其他随便你，我不管你，好不好啊？结果他会爱你爱的要死，因 <laughs> 为为什么？哇，你这么好啊！以前他怕你是因为你抓人家抓太紧了。 现在他爱你是，你不理他了。男人就是很奇怪的，<laughs> 很奇怪的，啊、呃！所以现在很多女生来找师父，我很烦呢。我老公现在每天缠我，啊，我说因为你学佛了嘛，对不对？你身上有功德力嘛，<laughs> 他看你就美哦，啊、呃！然后再来你要出家很困难哦，啊、嗯，他不让你出家。哦，所以各位学佛可以改变世界的。 啊，以前幽田王，幽田王他的太太说把官在戒，啊、呃，结果结果幽田王娶了一个小老婆，小老婆嫉妒这个皇后，然后皇后每次都不来不来参加，因为她手把官在戒，结果这个皇这个王妃啊就跟幽田王说，你老婆有外遇啊，你看她房间挖一个洞啊，因为她她不能出去拜佛啊，佛陀只要经过幽田皇后就跪在那边拜啊，跪在那边拜。 啊，然后请请他的下女去受八关斋戒，回来传给他。他在皇宫里面受八关斋戒，因为幽天王很嫉妒心，不让这个皇后出门的。啊，但是那个王妃呢就很嫉妒，然后就跟幽天王讲坏话。你看，你老婆爱上别的男人啊，她不理你了。你连办一个大宴会，她都不出来。啊，国王说不会吧，我办她会出来。结果隔天是十五，刚好八关斋啊，他知道皇后绝对不会来参加宴会的，他就怂恿。 啊，右天皇办法会，办那个啊大的聚会，所有的其他国家都来了，结果就皇后不出来，哇、啊，右天皇气死了，啊，我老婆真的有外遇的，这么重要都不出来，结果就派人要去皇去内宫把她抓出来，绑在柱子上，绑在那边，你这个人背叛我，我要当着大家面前射死你，就拿剑就射右天皇后，一射剑就弹回来，一射剑就弹回来，他吓坏了。 哇！结果他看他老婆今天又特别美，然后剑怎么又弹回来？哇！你修这么好啊？啊！因为幽田皇后是受八关斋戒啊，特别庄严，所以受八关斋戒，你看连剑都射不了他。各位慈悲，刀杖不能砍，毒不能中，毒蛇不敢咬，真是如此。所以有这个功德力。好，所以念一下十九页下面。如果你经常念甘露水真言，这样不失水。 太简单了，得到十六种功德，来念一下这十六种：一、长寿命长缘；二、颜色舒美；三、气力充盛；四、心常欢乐；五、辩才无滞；六、恒无讥想；七、口中相结，八、人皆敬仰；九、天神侍卫；十、披蛇遮鬼，现形供给。 十一身无疾患，十二威德如王，十三恶人恶鬼间接生喜，十四得千轮王符十五梦见诸菩萨罗汉，十六所生之处世界震动啊！所以刚入水建议麻烦各位背，久了你就背下来，布施一点水，可以利益众生，让他升天，你也得到这十六种功德，再把十六种功德布施给别人啊。 啊，外表好看，记忆力好，恶恶人恶鬼看到你都怕你，呃，欢喜你，而且不容易生病等等。好，那现在各位手上有没有一块饼干啊？啊，这个饼干要念这个咒，十八页，辨识咒。我们要把这个饼干化为甘露。各位等一下出去外面就投到那个炉，它有一点火，有一点热了，一放下去就会香，好不好？布施这个味道，念一下来，把、啊、饼干。 拿在左手，啊，要念变十咒，念是南无，莫沙瓦沙瓦，坦塔耶多坦塔耶多，瓦罗兹帝瓦罗兹帝，嗡嗡，上不来上不来上不来，嗡，念下来，要念这个咒语叫增广加持，他会一变成无量无边，而且他们就吃得到、吸得到、碰得到，哎、嗯、哎。嗯 南无萨瓦南那耶多瓦伦尊帝，哦，三本来三本来哦，南无萨瓦南那耶多瓦伦尊帝，哦，三本来三本来哦，南无萨瓦南那耶多瓦伦尊帝，哦，三本来三本来哦，然后呢，念这个咒。 接受我们布施的有什么利益呢？在十九页念一下功德一，受者的利益有三：一能具足饮食，皆得饱满；二恶鬼升天；三婆罗门仙诸根具足，圆满吉祥。啊，恶鬼升天呢、欸，而且这些山神啊、土地神啊，各个圆满吉祥，满你的愿啊。 呃，布施者，我们布施者能得到这四种利益来。施者的利益有十：一、具足无量功德；二、寿命延长；三、成就供养无量如来；四、颜色先洁；五、强记；六、夜叉罗刹鬼等皆畏；七、心得清净；八、正犯天威德。 九、余诸怨敌常得胜；十、三宝意念，诸天有护。可见，经常施食并念诵辨识真言，对受食者与施食者皆能获得大利益。好，所以早上也有包给各位一包米，各位这包米啊，走到哪里就撒一下，好不好？七颗七颗，遍满甘露，那他们吃就解脱。 啊，鸟吃到也解脱，孤魂野鬼真是遍满甘露。然后呢，这个孤魂野鬼超度了，冤亲债主得福报了，人类就快乐。这个缘起法帮助他，就是帮助自己。你去放生，也帮助自己啊。所以呢，帮助这些可怜，越可怜的功德越大。所以佛陀说了，你拿一块馒头啊，热包子要来供养佛陀，结果看到一只流浪狗可怜，先给它吃。 哎呀，自己觉得亏不起佛陀。佛陀说错了，慈悲的功德就是供养所有佛的功德啊。所以你拿包子供养佛，只有一个佛的功德；你拿这个包子给那些可怜的动物吃，等于供养所有佛的功德，所以叫具足无量功德啊，成就供养无量如来。特别是这些孤魂野鬼啊，所以晚上每天呃，出家人都会放蒙山四五点。 放蒙山就是给把地狱打开啊，招请孤魂来啊，众生来啊，然后施食给他啊、呃。那各位也可以学，当然很多人说那在家人可以做嘛。佛经说，呃，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四众皆应做。不不施食者，非我弟子啊、呃。那各位特别你来美国就知道，哪有出家人少啊，对不对？所以我们在家菩萨特别发菩提心的就应该学。 湿食，来这小孩子做更好。好，来这边这边的菩萨先出去外面啊，等他们进来再换这边出去。那杯水拿的，呃、啊，然后走一走，然后把那个饼干放在炉里面，好不好？哦，众生欢喜啊，众生离苦啊。